剑姬多人剑出门80多个，80多一点。剑姬基础攻击力挺高的，他可能在草里。我多人剑还不带护甲，好狂！哇、哦，转转转，他没带护甲。嘿，网络延迟有点高啊！你怎么就这么把自己的技能给交出来了？我的黑暗并非来三柱很早，这不扫一下，这不补一下，绝食流上单。小地图为什么要挡？想挡就挡。想挡就挡，想哭就哭，想瞎就瞎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还行，有害骨，还没扫掉我多少血，这么稳健。好像不用闪，好像确实不用闪，我怕他 A 我一下。好像不用闪，我闪也没事。确实是不用闪。有，差真远。这里还有个家宴，我难道下去没有？很赚的，这一个点燃一个闪，这个线可以不用贪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分这波线，这里还有个炮车。他们这波也没赚，难逃赚。你这不是雪崩，推这波线的意义在哪？就摁推一波线。我怎么看神分剑魔？他老问我怎么看什么什么什么神分剑魔？你想出出，有的时候出了还可以，但是我出的是可虚，适应个人打法。这东西就跟钥匙一样，总有一个洞是适合你的。猫睡得真香，是无忧无虑，开开心心。他没带护甲。我这拉到他挺危险的，说实话。好疼，他被动好，但我还是可以秒的。
难多了是吧？辛德拉有可能会来上，不管，他肯定死的，他怎么敢补这个刀的呢？ 不过他补不补这个刀都死，他走到那个位置他已经是个死人，怎么样都没用，不用买药。剑魔对药的依赖并不大，他主要对属性装，前期对属性装，属性装就是生命值、护甲、攻击力，啊 ，CD 这些就叫属性装，他对属性装依赖比较大，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有吸血，然后中期。 死了。难道我要把头收？还不如不讲。我想试下能不能挣扎一下，要能躲掉他 W 还好，能躲掉 W 就好，也没关系。 这波活出来的线还是对我是有利的。怎么样都是我赚。接近暴走600块。南刀锋别起来啊！好讨厌这英雄。 W
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我操，可惜那地方没视野，还好这人却来了，三杀，这佛都他妈全死了，绝了，确实，哇 ，nice， 寒冰。 射，快点射，魔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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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射射射，快点！啊，谢谢戴姆恩的微笑送的厨师人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对面中上也绝对，我操，这真拖很久了，他没往上走，他往下走，很大他要很大他的E不就死了？这兵你怎么那么笨？还交个闪。 你放E R不就直接走了？我身份还没出来。我的心中存有力量，都该毁。 请干瘾！嗯，请干瘾！叫，喜欢叫，嗯叫。哎，反正叫。提醒主播禁止出现言语挑逗，请尽快调整合作，谢谢。这猫睡着了，是。踹手是。我操，够倒霉的，说实话。
还行，虽然这波 Q 斩有点丑，但还是把他杀了。干嘛？他死定了！咋这样子跑的？青钢影啊，青钢影，买不买？魔抗呢？算了，不买魔抗。这样出，你就是巴尔坦星鸽子鸡。对面这把放弃上不来搞剑魔，一面挺大的，确实他们太想来搞我，不搞下。其实我们下路挺容易杀的。吵到猫猫睡觉了。哇，你还推我。埋葬，妈打篮球，打死这个打篮球了，妈的打篮球，金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没关注，哎，还行还行。